是吗？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台中捷运站的代言人。那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快可以搭乘了哈。2月12号，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在这一天呢来做一个观礼的动作，因为我们当天会办一个游行。好，那我们现场的工作同仁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？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呢要来做一个欢迎的仪式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倒数5秒钟。